还有最后两分钟，到目前为止两队都是不相上下。哦，拿瓶水啊。这么冷的天气里面，只有水可以瞬间冻成冰，可以做像那种混凝土的一个功能。哇，这个战术非常漂亮，通过水让这个产生的冰柱瞬间结冰。哦，小心别前功尽弃啊。看他王木那边做的特别好，这拔的特别好看，我就开始紧张了。我这样的手抓着。OK。然后这放。对，开始都用手给他先固定住。过。一根柱，不行，往上加一层就多一层风险了。太沉了。我们想就是说，不要再挪了，原因是怕它倒，所以我们说是不是不要再挪了，哇，这边周密完全靠手的温度来捂热这个冰，看着让人心疼啊。还有最后的50秒钟啊，各位抓紧时间了。小心。这个太不稳了。随着两支战队呢全部完成他们各自的任务之后，接下来就是紧张的现场测量高度的时间了。我们先测量一下小强队，我们是完全可以从桌面开始量的，是的，都是冰。来，大家看一下啊，60公分，没有问题吧？等会，他们这个有血算的，这个从这算的呀，血里面是冰啊，血有高度。好了，各位再来测一下我们女神队这边的成绩，各位成绩是。45公分。这张是通往韩国的机票，恭喜小强队，来，请接过你们的礼物。现在为止呢，你们是累积到了一张机票。女神队不要太遗憾，因为我们后面呢还有机票。对，但是输了可能就是有一个很残酷的惩罚了。获胜这一队呢是在温暖如春的包间里边享受火锅大餐，而当然这一队呢将在冰天雪地里面享受火锅大餐。冰桌，女士们先生们，我们就抓紧时间进入到下面的环节吧。不陪大家吃了，因为我要监督外面的那一队他们的惩罚的环节。是吗？你是说那一队吗？没错。好可怜，你看看，好可怜的，好可怜的。谁呀？太残忍了吧！一个人让我们在风中。我们是要蘸这个燕庄芝麻油，那是必须的，味道好极了，好不好？头道出榨，自然香。大家就敞开了吃，好不好？我就不陪各位了啊，好好享用。一会儿见啊！千万别陪我们，真的，因为我们这肉不够。芝麻香油，芝麻。No， 就要吃麻油。啊 ，Hello。行了，赢了。胖子都干杯了。杨。啊，怎么听我说话？你干嘛呀？大点声。我是你们队出来的。什么？听不见？听不见。别说了，好吃，真好吃，好吃。我是你们队出来的啊！他是我们队出来的啊！来，给我加一个菜，让我尝尝。再近点。